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力威，我今天来到商台挑战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，开始。各位观众，看到没？体验到什么叫恐惧未？请问商台现在最高纪录是谁？我就在这里，即场，我细力啲喷气先。我搭住上去先啊。我承認是真的有點難玩，因為咧跟住嗰幾日又因為呢度好多人行路太大力。體驗到咩叫紅心十未？紅心十唔係好理我，我哋唔好用佢。街磚九唔得，投資呢張葵扇傾企得幾穩，唔錯。好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各位观众，在我手上的是啤牌，我今天来到商台是要表演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给大家看。我是罗力威。好啊，没问题，你新人。好啊，你们不知道我是罗力威不要紧，因为我有一个称号叫做赌神。哎，开门的同事麻烦细力点。嗱，點解呢張答唔到呢？因為五同九唔係靚嘅數字，我哋五唔要，我哋要三同十。啊，一換咗三同十咧，嗱，就冧埋啦。時間唔需要多，最緊要隻手夠定。嗱，係咪先？一講就擺咗啦，所以我就要喺度打破個紀錄。仲有十五秒啊！嗱，十五秒啊嘛。嗱，呢度几多只？各位观众，五秒啊！我自己有几多只啊？嗱，头先就二加二加二，上面再搭两只，再加两只，咁即系二加二加二加，即系廿二只到。二四六八十，系咁要多一隻啦嚇，不過再加埋啲四隻都夠贏噶。咁啊，我亦都唔係一個標號嘅，但係好可惜，當我一擺落去嘅瞬間，就係我勝利嘅一刻啦。各位觀眾，第一名。已經誕生了，各位同事，商台各位同事大家好。第一名是我，我是誰啊？贏是靠這裡，多謝大家。還想加多哪隻上去？九還是十？不需要了，因為我已經贏了，多謝。